你这个一件衬一件，这烂透了，你在聊什么？陈汉，你们吃这个，你讲几句好话，快点。葡萄除了吃的之外，观光胜地。我们观光圣地有那个摸乳巷，就是我们鹿港最出名的摸乳巷，它是一条很窄的巷子啊。可是要经过巷子的时候，你必须跟人这样贴着走，要是会碰到。沈艺林来讲解就会变得很吓人，没错，会比较生动一点，对对，活灵活现的。所以你常去摸乳巷玩？因为我就拍过，而且我们还设计一段很无聊的桥段。我说我们还设计一个很无聊的桥段，我们让男女艺人比赛，说你们贴着墙壁走，可是不能碰到对方的胸部，碰到即为失败这样。那几乎都会碰到，因为他就是很多手烂心，源源不绝的节目内容已经出现。你有碰到那摸乳巷的故事吗？没有，就是火灾的那个故事。鬼故事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有一个瞎眼的那个婆婆嘛，跟哑巴的媳妇啊。然后嘞，怎么了？就好像有一天就火灾，然后哇，他就出来，阿玲啊，是对的，挥手出来了。啊，他媳妇不会讲话，是啊，怎么办？就把那个他婆婆的手拿摸胸，摸胸，什么意思啊？像这样挥手出来，对，很有名，所以你只要一摸乳就知道哦，他这个地方在摸乳下。哎呦，什么？这是一个笑话，哎，但是我今天一整天听到最好笑的是。想的吗？还是有真的有这个故事？费玉清讲给我听。从一些秀场传，连秀场要用得到的笑话。哎，你以后推荐那个摸乳巷，你可以讲这个故事。我都没听过。适合葡萄吧？我觉得这一次有一桌你比较喜欢的东西。我感觉我最爱吃这些。真的吗？是罗时丰大哥特别准备的，客家那种糯米的小山芋，客家米食。我告诉你，吃这个你会吓死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甜点。你以前吃过吗？所以以前是谁介绍你吃的？有人送了我一盒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老派？然后那时候张博士来台湾玩，我就说你吃吃看，他们都以为是那种很古早、什么不起眼的东西，然后一吃，全场的人都惊叫，哎，惊艳吗？非常好吃，拿给客人吃一下吧。哎，对对对。因为这种糯米做的，对，特别需要介绍。比方说，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我在真的爸爸，快点来！这是水晶饺，它为什么是你们那边比较？它只有苗栗，就是客家庄才有。你说东西，一般台北什么比较不容易吃到吗？那它是放在热汤里面的，就它是煮啊，把它煮熟。OK， 它有点像水饺的感觉，但是它包皮跟水饺的皮不一样，它做出来是有点透明的。Okay. 那个是客家小炒粥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客家的蛙桂。哦，那是桂啊。蛙桂，它是甜咸的蛙桂，跟这个甜的蛙桂不一样，要加点酱油。传统的这个是菜包，一般我们吃到的菜包。哎，所以你们那边的东西全部外面裹的都是这种，都是糯米，对不对？用糯米去做的，然后这是艾草，艾草包，它里面是包的馅差不多。那是九层板。我们讲九成粉是糯米糕，那你开了那个餐厅还在吗？还在啊，生意还是很好，是不是？在台中，他说他那个餐厅有被什么官方机构推荐为最有创意的一家餐厅。为什么？因为装潢的很现代啊，然后菜又有点把它特别创意这样。所以你现在那个餐厅的生意有好到你可以不用当歌星了吗？啊，还是要当了，还是要当了，那是我的兴趣。你会去餐厅里面招呼吗？也会啊。所以除了吃的之外，贵故乡你要推荐的玩的地方是？啊，三义玩的地方很多啊，比如说圣心车站，车站啊，不是，那是一个观光景点啊，一个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废弃的车站嘛，以前是台铁最高点。好像多少休息站，300多公尺的 ，OK， 是700多公尺高。所以去那边除了拍照，还可以干嘛？就拍照，然后了解一下。走隧道，因为它那边已经没有火车可以走那个隧道。对，你可以走到隧道。三义还有很多油桐花，对不对？油桐花，油桐花，那个我也是。请问油桐花季是几月？是现在比较月初。现在但现在花都大概掉光了。所以油就一个礼拜，大概有一个礼拜的花是时间，所以我们叫五月雪。
哦，就是说有桃花，就是有人含冤的时候，它就会盛开这样。含冤，含冤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不是这样啊，因为他是要讲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说热天暑天下雪会表示有人有冤情，他在讲一个笑话，表示他博学，你可以。那个那边你还带来的三亿的这个对木雕，三亿你如果到了三亿，它整条街都是木雕街。有一个是三亿，还有个火焰山，有没有？就《西游记》那个火焰山。OK。然后呢，也是要看能不能活着。对对，那个也很危险。就今天不会被烧到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罗大哥，谢谢。好。哇，这是活生生的什么哎？这是山猪肉。我想是他把他先生那个。这是山猪肉，只有去打猎的时候。真的是村子里面会吃的吗？对啊对啊。哎，它这毛都还在，你看。对啊，真的。味道也在。所以这是杀了几天的？没有，它其实是我前天才从宜兰带的，很少的。那你把它带回台北来是要来烹饪给你的夫家吃吗？对啊。他们爱吃吗？很爱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是烹饪完了之后，对，而且它那肉很 Q。山猪肉不是很难咬。陈汉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你是不是没有吃过山猪肉？好嫩哦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干，只能说它是好吃，干而不硬。不要发生什么事？所以。你拿回试试你拿回家去之后就烹饪，然后就端上桌当晚餐的菜肴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我们就配小米酒啊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配小米酒，他自己酿的啊。对，我们都是这样啊。台北市也有人在玩这个吗？吃野猪肉，吃小米酒，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？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而且小米酒也可以做成调酒。可以加跟红酒去 mix 有没有？对，蛮好喝的，很棒，好喝、哦，真的。跟红酒 mix 会不会怪吗？不会，不会过甜吗？因为小米酒是它有点酸甜嘛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它的那个葡萄酒这样子，三比一这样子去混合有没有？你都不用演示你想要买醉的心情，我演示你。傅天银家乡特产，让西地拉翻啦！还有一个浓情巧克力，它是用巧克力去做的辣椒。辣！这也是你们那边的特产吗？对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天椒蜜饯呢，是辣椒做的蜜饯。所以它到底是辣的还是甜的？它其实是辣的，辣辣甜甜。还有一个浓情巧克力，它是用巧克力去做的辣椒，啊，好特别哦！要试试试试看，很辣。描述一下什么东西啊？讲一下，就是很辣，很辣是不是？没有巧克力的意思。刚下口的时候，哇塞！脸都红了，这么辣！我跟你讲，他用巧克力包装，然后想骗死你。可是根本一点都吃不出巧克力的味道。就刚下口就说，哇，这真的拿来啦！我忘记了。哇，这是因为所以这是平常加在哪里的？那个冰